鸡肝像我这么做老好吃了，如果你看完我这个视频还没学会，我就拎着鸡肝上你家去教你。准备一盘不要钱的鸡肝，凉水下锅焯水，来两个姜片料酒去腥，焯出血沫捞出，冷水洗净，起锅烧油，来几粒起床的冰糖炒成色，小火熬至枣红色，下入不要钱的鸡肝，翻炒上色，放入大块的葱姜八角、脆皮香叶、干辣椒、生抽、蚝油、老抽上色。记住啊，老铁们，一定要加入开水，盐、鸡精、十三香调口，扣上锅盖，小火烹炖18分钟就可以了。老铁们，今天教大家做的是红烧鸡肝的教程，有缘点的这个视频，还得求求大家给我来个双击，点个关注，感谢大家支持，求求大家了。撒上点迷人的小葱花，美食制作完成，老好吃了。